刘氏听闻苏木兰崴了一脚，也来了一趟。啊，没大碍就好。这伤筋动骨一百天的，你这虽说没伤着筋骨，也得养上上把个月的。估摸着到年根儿也就差不多了。嗯，这几日走路的时候已经觉得不大疼了，只是大夫叮嘱了，最好再养养，不然留下了病根，阴天下雨的容易酸疼。你呀，就放心吧。放心，放心。 呵呵，<laughs> 你这一说，我也是才放心了许多的。刚听这消息时，着实吓了一跳的。虚惊一场罢了。我这呀忙得很，又伤了脚，也没有去瞧瞧你。你最近在家怎么样？还成，日子过得还成。爹娘把他们俩的地交给我种，两个哥哥嫂子也都照顾得很，吃喝是不成问题的。 我爹和我两个哥哥也跟刘家村的李正说了说，让大虎和二虎去村里头的族学读书，也算能认识几个字。刘氏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满都是笑意，眼神也比先前在白有光家里头的时候多了一些亮晶晶的光芒。最重要的是，苏慕兰瞧着刘氏这脸比先前要圆润了一些，过得舒坦就好，旁的呀都不是事儿，也别往心里头去。 嫂子放心，我知道的。这回的事儿，我也是想开了。日子过的是咱自己的，旁人说什么，且由着旁人说去。反正他们说什么，我也不会掉下一块肉去。对了，这回来瞧你，也不知道该给你带点啥东西的。家里头从二叔家抓的兔子崽，有两个已经养大了，还有四个小的，大的愿意吃，年前就可以吃了。 小的让孩子养着，算是个玩耍的物件吧。四个孩子前几天还念叨着要不要再养只猫或者狗什么的。我跟食堂还在惦记着到底该养什么好。可巧了，你送来这么多兔子，这下子呀，几个孩子也算是有事来做了呢。四个孩子平日里读学堂，回来之后做的家务也是有限的，地里头也没什么活要忙碌。读书之余，的确也是有空闲的，养点活物。 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极为不错的，喜欢就行。这兔子下崽快得很，家里头那两对儿，我看肚子又大了，等年后又是一窝，一窝就七八个的。这不，我爹还说要不要到年跟前了，把大兔子带到集市上头卖上一些，给孩子们买点吃食，也算是给辛苦打兔子草的孩子们一些奖励。苏墨兰听着刘氏这么说。 越发觉得刘父是一个极为会管家处事的长者，也越发的放心刘氏在娘家的生活。又跟苏木兰在一块儿说了好一阵子的话，等到快晌午边了，刘氏才走。